庙埕呀，自早就是教育娱乐的场所，所以咱这回看到种种的表演甲普渡的盛事啊，当然嘛是咧庙口举办。但是唔知各位观众吼，敢有注意到，就是现场啊，无咱一般熟悉的大师爷，也是普渡公坐镇，因为重点来咯，普渡公啊，竟然啊，都坐伫咧庙里，甚至啊，阁是风俗的主要神明。欸，我今日头一次知影讲，哦，阿我安尼去一间庙，安尼拜普渡公的呢，我感觉来该好啊，了解一下。要了解一下？对啊。吼吼，我请阮妈子的诸位。阿梅姐。哎，阿梅姐。阿梅姐，你好。哇，阿伯你好。阿梅姐，我甲你问一下哦。好。啊，是安怎安这个所在吼，特别要请普渡公来这伫建庙？这讲起来吼，家庭的时阵，啊，咱家吼，拢会做大水。阿妈拢会安尼话起烧卡，啊，完了就是请普渡公来遮定这个所在。啊，以前是干那一个牌啊，尔，啊了后就当雕这个神尊。嘿，啊，咱全台县吼，若有神尊的时，就是咱普渡公堂上台神位。嘿，若有神尊，啊，无别的所在有就是无神尊。一般咱台湾民间讲的普渡公吼，其实就是紫色咱中原普渡的时阵会摆一个神啦吼。啊，画所在无色无相，啊画吼，咱更常见的是用咱观音大师来代替啦吼。啊，咱一般的普渡公伫咱台湾民间有三种形象啦吼，一种就是咱观音大师作画的吼，伊就是鬼王吼，咱看的普渡公吼，像咱中原普渡，咱看伊行过的时候，啊，看你看咱面顶各用一个。观音大师有说法是观音大士所化啦吼，还是讲以收服的鬼王吼来观这家啊。另外一种是咱佛教的南面大士吼，所以咱伫佛教咧普渡时，你看也请南面大士出来。另外一种吼是咱地官普渡嘛吼，所以咱为咱的普渡公咧是把咱的地官吼，咱三官大帝的地官请出来。所以咱台湾较常见的普渡公有这三种。啊，人一般像讲吼，啊，若拜妈祖是咧惊准人咧拜，要祈求要平安。啊，若要求财，啊，安得来拜土地公。啊，若普渡公一般是拢要求什么会较多啊？普渡公了，伊是咱闽籍安尼去啦，吼。你若身体无好，吼，啊是讲事业做了无好，啊是讲你要出去甲人讲代志，吼，你事先拢来甲咱的普渡公点一下香，甲拜拜讲，啊，我今日要来甲人敲什么代志，啊，互咱出去当顺事，吼，啊出去拢万无一失。身体好，啊，家己身体，嘛拢甲咱保庇。除了任何疑难杂症，会当来向普渡公祈求以外，咱阿妹姐嘛讲吼，只要有来报道啊，拢欢迎来庙里啊，甲普渡公求一杯啊敬茶，临平安啊。只是吼，有一点啊，千万爱注意的，就是临完以后啊，爱记得吼替普渡公啊换一杯啊新的，才袂有失神明啊对咱的好意。不过吼，讲到每年一摆普渡的盛会啊，相信无论是庙宇或者是民间啊，绝对拢是准备满满的心意。不过吼，对真侪上班无闲采买，甚至完全唔知影普渡啊要传什么碗糕的姊妹啊来讲吼，又搁如何是好呢？嘉义城隍庙的普渡箱，嘿，这种普渡箱吼，就是内底啥物拢有嘛。啊，意思就是讲吼，即摆工商社会嘛，啊，大家。有心，但是无时间的时阵，哦，阿帮你传便便安尼啦。哦，安尼真正足方便的呢。你啊看，要食面有味，啊要食米有味，食咸食甜拢总有，啊全家大细口味拢顾会到，哦嘛足符合咱一般家庭哦所有的人的口味呢。而且梦想我甲你讲哦，迄嘉义城隍庙啊，你知影嘉义啊旧地名叫做朱楼，伊是算讲全台湾第一个建城的所在。嗯，嘿，所以迄嘉义的城隍爷叫做水井侯，算是足大啦，管得足快，迄府城伊爸拢伊咧管呢。这城隍爷的这怜悯哦，予我感觉伫厝的咧普渡，城隍爷嘛，像咧有来甲我降普的感觉咧。尤其这个普渡箱的出现啊，以往哦要准备这个贡品啊，哇，全台湾走了了，连伊爱大卖场，啊，连伊爱加码店，连伊搁爱去菜市啊，真正足麻烦的啦。讲到这个普渡箱啊，我头一个看到，我就想讲，哦，即摆的头家脑筋动了真紧哦。哎，讲到普渡，伊就想到要推出普渡箱安尼来趁钱。
其实我想想咧，其实即卖社会就是安尼啊。一天二十四点钟，你爱做的代志遐尼多，你看有的人拢无闲，到无时间食饭，所以有素食，有外送平台帮你送饭到厝，嘛有迄网络购物，会当互你免去迄种去行去逛街的时间。所以其实普渡箱嘛是安尼啊。就是这么贴心，你看哦，像我有选择性障碍，我若在这个重要的月份，我要传普渡的物件，我可能去卖场，我要经足久足久，才会当传到我的心意安尼。所以，即马我看到这普渡箱，伊唔那是予咱方便，伊嘛是帮咱宽厚啊，予咱袂失礼，啊，搁有安尼会当展现出咱小小的心意。阿伯，哎，刚看迄人啦吼，迄三个表演的特技有够厉害啦！哎，对啊，迄什么跳花裤啊、独轮车啊、搁夹刀啊嘞，有厉害！真的啊，我是伊刚看了吼，我感觉吼，我应该拍拼嘞，该加二几步啊，看生有一天吼，像咧碰恰恰、碰哥安尼，伊会当替赛有玲珑。哦，杨秀慧啦、白云哥啊吼，因咧拢足好讲话。哦。你哪上进啊？莫怪你分丝分条啊，分过遮济。所以今仔吼，我特别约师吼来遮吼，要来甲拜师学艺。师爷，师爷，哇！我今仔要甲你拜师学艺呢，你来约我伫这边边要创啥？这就是秘书的，这就是人讲的詹家四兄弟。你讲的詹家四兄弟，算讲伫咱永靖遮是人老盖出名的家族的，对吧？对对对对对。是安怎哈？你甲我介绍一下好无？哦，詹家四兄弟就是我的师傅，因兄弟啊，就是人老都是因家传的。慢慢来甲因四兄弟，做起来名声哪来哪大。足侪师爷来遮拜师学艺。不过师爷，你头拄仔讲，足侪人来遮拜师学艺。所以咱永靖遮是算人老的发源地吼。对，较早就是人讲的，永靖就是做师公人老。即个了解着讲，人老即个表演是伫普渡的时阵，或者是讲伫丧场的时阵才会出现的。会使讲伊就是用镜之光啊。即卖人老即个表演哦，唔那是伫普渡场，唔那伫丧场，伊阁会当伫市集啊，还是一挂场所表演予在地的小朋友看。遮个小朋友哦，伊伫伊家己个故乡，也是讲伫即个小小个庄脚所在，伊就当看到遮尼国际级个表演哦。这毋就是咱咧讲个越在地越国际？嘛是要变魔术嘛师？哎呦，可能想要出关啦，好。甲四四角角啊！哎呦，这哪有可能？这哪有可能嘞？哇！啊！你学这学偌久啊？我自十二岁就开始学啊，学到即马。十二岁，你即马几岁啊？即马37岁。安尼嘛学二十几年啊！哎呦，够厉害啦！哎呀，这安尼讲有啥物特别的技巧？技巧就是人讲的，就是本身阮学平衡感爱有。平衡感。哎，爱先学平衡感。雨伞也算较困难，啊，佫上简单嘞。好。比如讲，咱咧登盘，迄拢较简单。登盘，较简单哦。哎呦！来，我呢？莫错，莫错哦！哎呦！陈茂贤六高呢？六头人吼、哦！我看到一个足无同的，就是这个啦。那有人准备这硬菜，而且佫无剩呢。哎呀，这样讲会价值。哦，够有这哦，这玩具枪哦，水枪啊，水枪哦。对。你讲头家，恁这是餐厅啊，奈嘛会传这囡仔破哈？
莫错莫错哦！哎呦，哎呦，哎，陈茂贤六高呢，六桃人哦，陈茂贤，唔是机器吗？会使，这虽然足简单嘞吼，但是嘛有伊危险性，这若一个无注意，捡落来是对脚好累啊呢。乌青也无紧，乌青也无紧哦，啊，学功夫就是爱受伤，唔够先学功夫。现代社会吼，凡事拢求简单啦，年代吼，互真侪民俗啊，慢慢啊，时候失去咯。以人流来讲吼，即卖还佫有伫咧松家普渡场演出的啊，全台嘛，敢若剩干先生因集团啦。所以啊，曾经的应征之光吼，最终嘛是渐渐退出舞台，改伫咧民俗圈讨生活。